最近常唱。对，就是昨天投稿那首 Jimmy 要来一下吗？只有我一个人有点有会有点尴尬，而且你还要唱哦。对，不行哦，不会，出道又弹又唱，果然还是只有通行啊，对不对？对，只有通行。对，可是他当嘉宾的时候，我就说，哎，那前奏你弹啊，你弹一弹再唱。然后结果他说他不能来练，真的是非常会。他对，就是找了合理的狡辩来逃避这个。也是可以啦，可是我会练。对，没有啦，没有设计对白。好，这首曲子是没有那么拼啊，但你把它交那些。Yeah.